侬一趟来想投资只股权，样子侬帮我设计，我要让带个人热血沸腾，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没问题，我请你三十年的老师帮你设计。哪来得阿里头是三十年老师啊？是不是两个人来看看是六个三十的？我看了血压应该高哎。非洲那哈热血沸腾的。哪能三十年老师不动手啦？关键时刻才出手，都要他做的话，他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三十年功龄到底不一样哦，是吧？可能头发有点白，皮肤还是好嫩啊。到哪个地方总归能干。大叔，口渴了吧？可不可以上门一趟？哎呀，打一炮来。这个怕啥用啊？老师，非洲他过了胸口的。对，我要让伊过了离开心上最近的地方。哎，哪能还没好啦？慢工出细活，非洲那个血哪滚得起？蓝先生，来香火线来着，阿门去。真个灵啊！二老他们肯定会去啊。哦，来夫人送不下来这个啊？侬想得出啊？马上认得了一号送金子啊！阿呸！